每一天，我们都在不断探索，以创新技术助力行业进步。从服饰家纺到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领域，我们为地方经济建设添砖加瓦。从民营私企到股份制改革，我们为幸福生活不懈奋斗。新阳特鲜，坐落于历史悠久的三国名城湖北当阳，成立于2002年，专业从事各种特殊纤维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醋酸纤维丝束年生产能力达到12000吨，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公司始终秉持科技兴起、科技强起的企业方针，每年用于科技攻关与产品研发的费用达到1000万元以上。与四川大学化学纤维研究所、江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聘请国内和韩国的行业专家为博士工作站成员，建立了新阳特鲜技术研发中心团队、产学研合作基地、莱塞尔关键技术研发联合实验室等，已有授权专利26项，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醋酸纤维丝束项目和一种再生纤维素纺丝原液及其溶剂和制备方法殊荣不断。千锤百炼，质量铸就品牌，精益管理，品质造就成功。依靠领先行业的研发能力，秉承着诚敬、坚韧、务实、拓新的企业精神，新阳特鲜于2018年12月注册成立了占地面积220亩、坐落于金桥工业园的全资子公司当阳市弘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560万元，投资1.8亿元新建的2017年产2500吨Lyocell 纤维实验生产线已竣工投产，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家行业标准，创造了行业建设新速度。2期50000吨生产线于2020年12月建成，并将持续滚动投资，并扩大生产规模，直至年产20万吨，打造成全国 Lyocell 生产基地。不骄不躁，不断拓展公司经营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攻克产品新、特、尖的研发难题，凭借良好的企业信誉、先进的管理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以及让客户满意在100%的经营理念，用心专注产品研发，不断扩大产品的应用范围，开辟纺织领域科技环保新时代。踏着坚实的步伐，向成为全球再生纤维领域著名的中国品牌的愿景迈进。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每一位新阳特鲜人将继往开来，不畏艰险，勇攀高峰，与社会各界朋友精诚合作，携手奋进，共创更加辉煌璀璨的明天。